所以我们现在是按摩到这一条吗？这条。嗯嗯。你看这条比较深处，里面都要按到。哦，是。哦，这是里面的，这条不是这条是同一条吗？这个是浅层，是深层的。哦，所以有两条。对对。不是好几层哦，对，好几层哦。对对对，嗯、所以老师说，苦青老师说，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层，它很多层，所以要用力。很重要是这里。嗯。我这里很硬的话，嗯嗯，很多脚哈，内收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长肌都没办法动，嗯、哦，向外也动不了。嗯。所以这一个是这个的下一层吗？对对，下一层。哦，这样。嗯。那这个是再下一层？不，这个是侧面的。哦，这是侧面的。这是正面看的，对。哦，是是是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侧的地方吗？哦，内侧的地方。这里看。是是。这里会很硬。是是。很多人就是硬。啊。旋位啦，转啊。嗯。转不好。是是是。嗯、就是。嗯，外拐肌外转转不好，就外拐肌太硬了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按摩里面的就是按摩这一块。对，我刚才给他按摩了呀。嗯嗯。你刚才注意到了，我一直按摩这里，有没有？是。这个轻轻的按。是。按这整块的，只要在外拐肌我都会按。哦。你看外面这一层硬的话就不行。嗯。有没有？嗯，是。这是一条很大的韧带。那条是哪一条？就是外扩膜张肌。这条是啊，现在我们按摩的是啊这条。OK。所以那里面的话就是这条。不是侧面，就里面就里面，这是正面看。啊，这是正面。这侧面看。啊。那里面的是。这还有这外侧的。啊。这是外侧的。是是。这是外侧。这屁股后面，这个是屁股后面。嗯哼。哦，这是后面看，这从后面看的了。哦 ，OK， 是，那有没有从正面看的？就是正面这个地方。有，这个就是正面看的。这是这啊、哦，这就是正面。这个正面，哦、这个侧面，有没有？哦哦。那、啊、这个是背面。哦。背面，那、嗯啊、这个是那个内侧面。嗯哼。内侧面。嗯哼。这是外侧面。嗯。外侧面。嗯。就是内侧面。嗯哼。嗯，哦，内侧面。对。所以我去压它，里面就是这块很硬，我有很硬的就是这块。那它这边这里哦，现在已经软了。这边、啊、这条你摸摸看，这条很硬的是哪一条？就是一条叫做缝匠肌。就是这条是不是？就是这条缝匠肌、哦。就是这条。哦。缝匠肌会很紧。嗯了解，因为紧的它一直往内收，是是是，松掉的话它才可以比较好出去。是，还内收广肌呢，有很多条。内收长肌。缝匠肌你按的时候就是用那个负磁能去按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尺骨肌啦，还有一种长收肌。嗯哼，哦、是，那个就是让肌肉向内旋转。哦，不容易开出去。所以要把那些肌肉松掉。嗯哼，那松掉的方法就是用负磁能去去除它。对，你要吃饱啊也可以。嗯哼，都负磁能。OK， 轻轻的按就可以了。是是是。还有这个比较深层的。是。这个更深层的。是。这腹部的。是是是。腹部，啊，腰方肌、腰卡肌。是。我觉得我妈妈这部分都是很硬。你等一下摸摸看，他这个肚子的这个地方很硬。现在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昨天请他们。没关系哈。啊。他后面一条哈叫梨状肌。啊。这条梨状肌呢，很多坐骨神经都经过那里。啊。所以一僵硬的话，就会引起的什么？间歇性跛阻。间歇性。跛阻。跛阻。走，哇，好痛，好酸，好痛！哎，休息一下就又好。好像脚会酸麻痛的时候呢，都是很多，并不是椎间盘突出，而是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。哦，是。有很多人呢、啊、都判断啊，这里那个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，不是，有很多是梨状肌压迫到。嗯。嗯，
好的，谢谢。